们的联谊会会长彭汉明先生，也是这场观摩赛的筹委会顾问，我们掌声欢迎他。今晚上这个观摩赛的主持人，两位尊敬的裁判，来自各地的朋友们，在座的华乐组的所有的组员，以及各位朋友们，晚上大家好。好。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心情都非常的愉快，也很兴奋。刚才我们坐在台下，我们听各位的演唱，我觉得我本身是觉得呢是无上的一种享受啊，一种享受，因为大家都唱得很好啊，大家都唱得很好，发挥得很好，这个就是说大家的努力的成果啊。我想凤凰友好联谊会它的宗旨呢，就是比较多是这个洛林的朋友们，不过呢我们最大的一个这个意愿呢，就是要通过这个联谊会号召各界对这个健康这个艺术歌曲的爱好的朋友们都到凤凰来，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观摩，以便能够提升我们对这个健康礼仪的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这个由来凤凰华乐团第一次主办这个观摩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赏识，真的是很大的赏识，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看到很多很多的歌唱，很多很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比赛，那么在这样多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么繁多的情况下，这个观摩赛还能够得到各界朋友们这样热烈支持，我觉得是更加的难得，也更加的要我们去珍惜和发扬它。那么我想今晚上呢这个观摩赛一定能够圆满和成功的我祝大家百事更好更进一步，谢谢各位。